我想身为高雄市民，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接受、尊重全体市民做的最后决定。其次呢，我也是身为我们党员以及这个当初的支持者，那我希望韩市长能够做好，而且做完。那你能够为高雄市来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贡献，所以这个意思是好重啊！要不要呼吁乡亲不要出来投票？那个方便尊重大家，有跟每个人有个人的立场，跟他的想法。有跟底下农渔水利或者系统说不要出来投票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